我听一个人说，这康占比就住在你们客栈，也是被你们的人拉回来的。啊，尸首早被河南虎狼给拉走了。康占比来自客部，非河南府下辖庶民，河南府是不会查处此事的。他的尸体理应送去南市的黎生院，不过黎生院有规矩，尸体沐浴清洁，静置三日方可受理。若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康占比的尸体此刻应该还在你们店里吧？ 人生在世，当做想做的事，当陪想陪的人，这才长贵。如今仇报了，还能做什么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二郎，二郎，太好了，你终于出来了，你没事吧，二郎？